行啦，都实在要多谢啦，就系荃湾民政事务处及葵青民政事务处、荃湾警区、消防处、康乐及文化事务处、水务处、路政处、运输处、渔农处、食物及环境卫生处、民安队、红十字会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、湾口门村以及和宜合村鼎力支持同埋协助啦。好，呢度咧，我哋多谢啦关门口村同埋和宜合村鼎力支持同埋协助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啦，香港童军领袖、香港童军总会、新界地域引制各学校嘅男童军、女童军同埋制服团队，以及啦香港神祠寿明会嘅协助，仲有黄华商中学啦。